教学，跟你讲那个雨衣不是穿久之后都会那个裤子都会爆掉，都、就是会进水。对，这实在是很松很瞎，可是非常好用的东西。成本不用一毛钱。哎呦，哎呦，教室小配包。对，小配包。脱衣秀。就这个，哇！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太聪明了吧？碎啊！这个交通真的是所有交友的噩梦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逛逛。真假的？对啊。太刚好了吧？对啊。那Wilson有来吗？他等一下会过来。所以你自己过来。带东西。哦，靠！你要买什么？超多的耶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是准备要来买车靴而已。真的。想说你们什么时候偷请个正面店也不跟我讲。等一下是来看车靴啊。好啊。我等一下给你秀一个非常不美观，可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防水方式。没问题，来，啊，我们车靴都在这边。刚有女生在，我不要脱给她，太瞎了。你现在菲努西还是凹拽吗？哦，菲努西啊，他现在最新的技术是用 Simbatex， 他跟 GoTex 算是差不多形式的防水薄膜。气候薄膜，气候薄膜，所以它是防水，然后又透气。哪一双啊？但要不是之前那双凹拽被误丢半我的，那我根本不用买。等我一下，我伸手。好了，这双就是我们这个 Vanucci 最新款的这个 VTB3， 然后它是使用我刚刚提到 Simbatex 的防水技术。哦，所以它不是长靴，对，中筒。中筒。这双多少钱啊？不，我要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价钱。好。所以怎么后面跟了一只？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新的，对，上帝刚买的，真的吗？对，难怪一种香香的味道，还是小鲜肉，还是小鲜肉哈，有你鲜吗？比他鲜，比他鲜啊，可以，够鲜，够鲜，可以。上大学，还没毕业，还没毕业，所以这双现在的价格呢是7990，大的，对，你们有比较
中低价位的东西吗？中低价位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它现在这双是比较符合这个街车的风格了。它的防水跟那个一样是什么 Simotech 吗？辛巴腾斯，这个就不是了，这是另外一种。它是用他们自家的防水玻璃。我刚才这是短筒靴。哦，我们现在还没有防水。哦，现在没防水靴，可是它价位应该比较便宜吧？它价位会比较便宜。算了，我还是想买东西啊。我带这一双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在凹抓还有那个吗、嗯？其实我后来发现我这一双手套，它不是进水，它是反潮，然后潮到整个湿掉。它就透湿性变得很差嘛。因为没有，因为我拿出来我拧的时候啊，其实它只拧出一点点水而已。你正常全湿的话是拧就不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真的只是反潮而已啊。啊，这种情况通常用除湿机就可以解决。对啊，可是其实我这张超屌，干五年呢。对啦，他我记得是你刚来的时候买的啊。对，差不多。对啊，那你现在还有什么？他现在他不是说停产？看我就觉得很靠北，为什么停产？他现在没有跟 Outdry 合作了。Outdry 因为 Outdry 厂就没了、啊。对，所以他们后续都没有 Outdry 相关款式。他的下一代是这个啊。哦。它是用 MC Fix 的这个防水薄膜，所以它也是跟 Outdry 一样防水薄膜，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。Outdry 它比较特别一点，它是无孔的防水薄膜，因为它是缝在那个缝在皮上面的、啊。对，那这个话相同的安全帽，对。这样有一个教课在这边。哎，我们这里有 Queen 啊，这里还有台北骑士，你有觉得它很像？你知道它台北骑士吗？有那么像吗？你为啥露出这个眼神？因为我除了眼神之外，也没有别的东西，也没有东西可以表达我的表情呢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嗨！终于见面了。哇！哎、欸，嗨！你没有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北极啊？不是吧？不要唬我！不是吧？真的很像。对，是明星脸，对不对？侧脸的时候，侧脸。真的很像，这个有一点。对，是不是你在场上安全帽再戴？我说怎么可能太犀利了吧？我就觉得没人知道。哎、欸，他如果来这边，他来这边当那个店员是很夯的事情呢。现在台北骑士应该算是目前 YouTube 最夯的一个二轮最夯的。我可以仿冒一下。可以跟 Queen of Fit， 你看你多开心，你刚上班第二天就可以跟 Queen of Fit。那你们今天？你今天跑买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想知道 Queen 买什么，记得等我影片。哦，哎、欸，是哦，很聪明哎。耶。没问题，我会帮你一起曝光的。好。OK。所以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对，差不多。OK。录音吃饭。好 ，OK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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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，女生走了，可以开始脱了。拜拜了吗？那。他变态了。他 Queen 啊。脱一下。没有说，就先假装先去看我的车就好，先不要脱。那现在才开始正片了，没有啊，已经很正的可以了啦。正片开始。教学跟你讲，那个雨衣不是穿久之后都会那个裤子都会爆掉，就是会进水。对，就实在是很松很瞎，可是非常好用的东西。成本不用一毛钱。哎呦。教室小配包。对，小配包。脱衣秀。哇！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太聪明了吧？睡啊！然后你看，我骑一整天都没有湿哎，无成本防水都没有湿哎，开玩笑的，成本低成本防水，老公敢这样拖啊？如果跑形象全毁，太强啦！哎，真的很好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垃圾袋嘛，你要截两边的脚，截下去之后，然后就直接套起来。哦，真的效果超好，我这样整天下来屁股完全没进水，你会觉得好像有进水，你会觉得凉凉的，因为对冰冰的，嗯，可洗完全没有，哇，对吧？学到了，因为不管你是什么 A 型、什么大小的，其实穿久了还是会，对，一定会，对啊，搞一下，这台太变态了，学起来，先暂停我的画面，我等一下回去我的车学好了，不那么明显，就是黑色塑胶袋。其实我比较喜欢穿这种连身式的雨衣啊。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一点，不用那边刷来刷去的。可是其实这种雨衣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用久了，胯下该边那边还是会进水啦。这个好像不管多高级都跑不掉这个问题。像我这边在路易斯买的也是坏了，它也进水。那如果说你想要
解决这个小问题的话、啊、其实有一个非常省钱的做法，就是垃圾袋。你垃圾袋，你把那个下面开两个洞，把脚穿过去，然后套在那个鱼里面，其实你的胯下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湿掉。因为胯下会湿掉最大的问题是你一直坐着，然后坐垫上的水就会渗进去你的鱼里面，这个好像完全没办法避免的。那如果说你的胯下部分有这个垃圾袋挡住的话，就会变得比较更防水一点，但是当然很丑啊，都很丑啊，只是穿在里面看不出来啊。你如果真的是要那种长途旅站的话，这是最便宜的最快的方法。只是你在开口的时候要记住是开两侧，不要开正下方，因为开正下方你一撞上去它还是一样，就是直接顶到你的袋面。开两侧的话，至少中间还有一个可以溃缩的空间。是真的有点丑啊，可是真的算是蛮实用的一个做法、啊。给大家参考一下，至少包在里面看不到了，不然你就是脱下鱼衣，然后干衣湿掉，其实更难看的。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套在里面。那用这种方式的话，不管你是便宜的鱼衣，还是贵的鱼衣，时间久了，当你的干衣都开始漏水的时候，这种做法就是最便宜，然后可以一直重复使用，或者是替换使用的一种胯下防水措施。Okay.